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你再怎么感情再怎么好，你再怎么那个，你待一块儿久了就会有矛盾，一定会有矛盾。所以考虑的点一定要多。住在一个小区没问题。我那套房子就给我爷爷奶奶买的，然后就买到我爹那个小区，然后让我爹尽尽孝吧，多去看望他们，就买到一个小区就行了，千万不要买到，就，你蹭到我经验了，赔钱。现在我要做什么，你该知道。你俩照片，不加经验了。我带错符文了，迫不及待。我来。哎，这个也可以越了。这金身很偷袭的，是敢直接 Q 他。你刷和像，我能自己越。是这样。没事，太客气，不要那么卑微好不好啊。真的假的，他一把没玩过，该学瑞文的呀。谁一把没玩过？女皇头这上单说他一把上单没玩过。领头的人不仅需要力量，还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。我一万把没玩过一把上单，那这把不是他玩的吗？他就认同这个金圣。我觉得金圣挺呆的。OK。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问罪杀人。金圣来送的。哎呦，还有辅助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算了，没事，这打不了，算了吧。哎，帮下忙。这波线辅助来，辅助来靠一下。这辅助得靠我一下，不然的话我这太难受了。别这样抓一波，我一个探照，算了，他六级了，刷野了，就是走墙把他带进来的，这个 QE 推到我死了呀。呜呼，回去，呜呼呼呼。
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看你升六了，直接活了。他急了，他急了。是啊，他这个闪现没有任何意义啊，他大招你就闪现过来 A 你吗？嗯。刚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击溃了所有对手，其他女王也都将溃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点错了。我点了一下群里的图片，不好意思，上了微信点了那个群里的图片，不小心点到了。我本来想点 OBS 的，不小心点到了。那群里面怎么喜欢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啊！他们群里面会分享每天看女这种跳舞的这种，我都跟你们说了，不要发这种，我不感兴趣啊。还有那个抖音那个群，抖音那个群里面也是天天分享那种大波妹，我真的无语。不要再给我发这些东西了啊！我还有你上次开玩笑自言的聊天记录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还有要什么？我还有你上次开玩笑自言的聊天记录。这电影资源吗？是那个资源还是什么资源啊？什么时候呀？我怎么不记得这件事情了？你怎么拿出来说的？哎，我推荐你两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我没看啊，我肯定不看，借导。哦，你借了是吧？借了。啊，我也借了。推荐啥？伊藤无雪，你不是不认识？认识吧？我可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要的是电影资源。我要的是电影，我真借了，我真借倒了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倒了。哎，没有，前段时间刚倒，几个月太夸张了啊，可能十几天啊。他们害怕的是我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。一姐没吃点好啊。妈的，我刚跳下去我就感觉他要来了，我刚跳下去看见他开大。我有什么金克斯之类的伊拉和摩根娜能吃完吗？能吃完。认识完先锋这样搞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好女人，她是好女人，好女人，下盘带这个女人，游河之力，好女人。伊藤无雪那部教弟弟做事的绝了，我不喜欢，我更喜欢张部长啊，相部屋那一部。Shut down.
血连千里。但那部已经看腻了。你这看腻了是什么意思？你一部还看好几遍是吧？啊，肯定看好几遍啊！那有些他一部，他一部有几个操作，肯定是要多看几遍的呀，怎么可能啊？肯定呀，这个怎么可能只看一遍呢？你只看一遍啊？那你那个估计太……你是在我佩服的几人中的是一种类，是一种类型。我最佩服看的是不跳的，然后就是看完还能看好几遍的，要么就是结束之后还能接着看完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结束之后我还真接着看完，我接着看剧情，你知道吗？牛，这个得代入，你这不懂了吧？哎，不好追、啊。这诺手在这里，他死了。诺手，三二一，出现在我的视野。你们不看剧情的呀？啊，有些剧情好看，有些剧情可以跳过，有些剧情好看，有些剧情你可以，有些剧情好，很好看的。我前女友喜欢看好看的，啊，喜欢看长得帅的是吧？看脸的，啊，他是看着男的脸吧？女的呀，肯定是女的啊，他喜欢看女的脸，那女的脸里面只有像什么风可怜那种。应该还可以吧，像什么河北采花这种。哎，你好，桃乃木这种也挺好看的。能杀他吗？算了，完了，我们在讨论啥，要被毙，我跟你讲。那如果你们要说看脸看伊藤无雪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身材肯定是伊藤无雪好呀，身材伊藤无雪的很好的，他那个身材是我比较喜欢的。金圣真的是钻石吗？我感觉他就是黄金呀。没有，我之前有个女朋友的身材就是伊藤无雪那种。真不骗你们，一模一样，像复刻的一样，我真的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第一次。跟他就是打扑克的时候比较暗，没看清楚。第二次开灯打扑克就看清楚了。能量主播，哎呦，我别说了，感觉真要没了。没事没事，最多避雷一次，没事，小问题。反正刚刚聊这个就是避。我没有聊什么打扑克呀，我确实打扑克呀，我们还玩大富翁呢。他们不喜欢这五块钱，五块钱很贵的，好吗？我们出装备，色呀，太色。求名，先锋 ，A 屁股，注意一下。击溃了所有对手，其他女王也都将溃败。我没有女粉啊，我女粉有多少呀、啊？我天天跟你们聊这个，我能有女粉、啊？
哎，女粉无所谓啊，我不需要女粉，女粉干嘛？我很缺妞吗？我的皇冠可以鲜血，想消？就算缺妞，我也没有兴趣啊！我现在无欲无求，我就想好好的啊做主播。就算有女粉，我能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为了这顶皇冠，我早已双手沾血。现在我要做，你该知道。加油，瑞文！相信你，拉裤兜真的，瑞文。手握大权，我最喜欢的环节。就是问罪杀头，你呢？这里没视野的话，你那就死了。他不知道我可以从中路这个地方穿过来呢。这玩带错符文了，但是我现在玩正常出装，好赢一点。去标一下。放了，来。快直接推了，直接推了，直接推了。来，直接推到高地了。哎，我感觉一波了。一波感觉现在后手不太。我打不动。冲呀！我这里晃，我晃他的 Q。我换个今日，我在这里换个 Q。走吧。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很急。我 Q 到你，你确实死了。怎么天天看到这种什么虎牙哪个爸骂你父母？我觉得平白无故骂你父母肯定是那个，肯定不可能，不太可能啊。骂得好，来兄弟们，我都想一起骂，但我不太会骂人，我是个有素质的主播。你的粉丝牌就证明了你素质六六六。我确实素质六六六啊。素质一主播素质六六六。差点钱红帽子，是啊，可以出影焰，可以出影焰，大龙一波了。哎呀，我要回四川啊！我今天下午就收拾东西了，下午收拾东西，我看一下，明天就约车，后天就交房，今天收拾电脑，大后天就离开。哦，这一周吧，估计。今天晚上先收拾一点东西。把衣服呀什么那些该丢的就丢了，捐了，有门口那种有那种捐的就好了。回四川肯定开车回去，要带修钩啊，有修钩肯定是要开车的。回家了，我四川人。我待在长沙干嘛？我待在长沙又不能干嘛？我去四川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的，但是我长沙有社保，我长沙有购房资格。我现在长沙，我立马如果我要买房的话，我立马就是长沙户口了，我迁户口直接迁到长沙来。长沙房价太贵了，房价物价什么都贵，能省点是省点。
我操，我去绵阳2000块钱，你知道我刚刚看那套房子2000块钱有多好吗？顶级，是吧？顶级，哇，2000块可以租好好多房子，我这边3600，租的很普通。大龙吧。傻逼了，操作失误了。哎，这个装备这么屌吗？他要帮我扛啊，这个就是他 W 伤害很高，别的技能没啥了，就是 W 两个人在一起伤害就很高，加攻击力度，然后就吸血，其他没啥了。